你们好啊，我是你们的导师啊，吴亦凡。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很棒，而且是这个几个月以来进步都很大。我看到你们每个人进步，包括你们未来的这个很好的前景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，继续努力。最后呢，当然就是跟你们说，祝福你们未来啊，我觉得是会越来越好的。本来无双，天生要强，嗨战队前景可待。